利用顺繁的波浪救活台为消费者支持采集的农产品，苗栗草口乡农会小店就得到苗栗县政府的经费补助，买也专用的波浪救活台，消费者启动农会来支持采集农产品，做得先天农会的同心圆体来煮饭，各位启动农会来拿东西，一个波浪台做得顺繁再过来利用，而大帮案例来带动采集农产品的销售，同时要来鼓励环保救活。这消费者传来的单呢，初期向农会的工作人员开始到边上拿菜地的有机青菜、猪肉，还有农会的各项商品，等到约好的时间，再拿空的台耶来运装好的购物台，利用压实行松压实桶循环来运的想法，培养肉猪菇。好，我们客户会在 LINE 的群组里面下单，然后拿着空的袋子过来，我们会帮他装好，这上面都有他的牌子。好，我们到柜台这边就直接结账就可以了。出口向农会表示，一笔购物台的经费是苗栗县政府补助的，形成出口向中有机抢菜有规模，菜农同农会配合采地手术，也抢菜做平等。故说出口农会开发波浪购物台，希望本消费者培养固定消费的习惯，买本采地的有机农产还较稳定。因为我们的现在目前的蔬果，尤其是冷冻的食品部分呢，那我们的销量是蛮大的。那我们今年呢，就是有考虑到说，我们做个保冷袋，也可以节省我们的环保的部分。那我们这保冷袋呢，它可以暂时放那个鱼货、蔬菜，最基本他们回家以后那个可以保鲜。然后也获得县政府的补助了哈。出口向农会表示，出口向为所有在好处，南来北往的消费者，制作的笋沙来买农产品，故所提出安样的构想，希望借此来带动消费农产，每本农民的收入还较稳定。下个新闻总资讯，每日报道。